哎呀，我的天呐！啥时候是个头啊？给家都躺好几天了，我都待不住了。媳妇儿啊，你快过来呀！媳妇儿啊，你快来呀！咋的了？饿了？没饿。这鸡蛋刚给你煮好吗？来盛碗粥啊！来吧，第五碗来。我不喝。不喝那行吗？我想下地。那能行吗？有个小一天的不好使啊！你来来。哎呀，你咋又给我盖上了？坐月子的不能漏风，你知道不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看啊，我坐月前你咋说我来的？是不是？一天啊，啥也不用干，往那一躺啊，那么多人伺候你，多享福啊！你看这回我不让你体验一下 VIP 的感受吗？你对不对？这你才第五碗呢，还有四个鸡蛋没吃呢。还是鸡蛋吗？啊？我都吃8天鸡蛋了，还有粥呢。那你看月子餐嘛，就小米粥、鸡蛋，多好啊，营养。我这吃的，放屁都有鸡屎味儿啊！哎呀妈，你别管啥味儿了。哎呀，这回终于让你体验一下这个 VIP 的待遇了，多好啊！你对不对？你就往这一躺，你说头不梳、脸不洗的，我这啥都给你伺候到跟前儿，切，多享福啊，你是不是？再不洗呀，咋的了这是？都生蛆了。你别说，是一个股味儿，这就不错了。其实这个月还挺冷的呢，你要等夏天晚上，估计妈的更味儿。那啥，不愿意吃鸡蛋喝粥，那厨房还有那个乌鸡汤、猪蹄汤、鲫鱼汤啊。一会儿那啥，挨个给你端来喝啊，营养的补足了啊。不喝你看这小脸粉白粉白的，多好啊，是吧？行，你待着吧，来，我去给你整汤去啊。哎，就不好好的，哎，小一点都不好使啊，躺着吧你，想想哎呀，我想上班，给家都待5、6天了，受不了了。下地。你快点走，一会儿太阳下山了。你等我一下。咋了？打电话呢。喂，谁呀？啥人？你是我爸，我还是你爸呢？你整的没用的，想想撂了。谁呀？他说他是我爸。啊？咱俩离婚吧。我咋的了？那你爸是你爸，那我爸不是你爸呀？那老丈人不也是爹吗？我不知道他说的是我爹，咱爹呀。那我爹换电话号，那声你还听不出来呀？没听出来。我一会儿你去啊，你说点好话啊。你能不去不？你等着耐收拾啊，不去。你走吧，快点。帮我说两句好话啊。你快来点事儿。小犊子啊，等你来的啊！看他把我整熟死你！爹，回来了，爹！爹，我也来了。你别管我叫爹，你是我爹呀！不是，爹，我寻思现在来大没电话了呢，我插个。我寻思那啥呢，是不是？脑子敢进水了，试一下。你别那样了，爹。行，闺女，不信我问问他。嗯。俺宝了。嗯。你听着啊，有个8米深的大坑。八米深的大坑。你掉进去了。我咋掉进去的？我别管咋的，你就掉进去了。你咋上来的？不，那我咋能掉下去呢？我咋知道你咋掉进去的？你就是上来咋上来的吧？爹问你咋上来？我咋上来的？爹不问你吗？咋上来？你问我干啥？我也不知道我咋上来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啊哈，我呀拿个针照脑袋一扎，一扎，那脑子水呀、啊、就把8米深的大坑填满了，你就浮上来了。淋雨淹死啊！哎呦我天！我爹，
啊，他脑里咋有那些水呢？谁要呢？没有水，他咋让我管他叫爹呢？哎，爹，你啥时候下去？陪我一会儿呗。你好好的，来这个咋跟你说的？不让你给爹买的东西呢？哎，对，给爹。哎，爹，这酒屋我给你买。这个快点，等等，干啥呀？我给你起个药。不用着，我自己来。那你起个。哎，爹真厉害！你等会儿喝啊！我给你，我问你一下子啊，你知道人和动物最大区别是啥吗？不知道啊。因为人会使用工具，而动物不会使用工具。你在这儿等着我呢？你咋说的话？你这来钱咋跟你说的？我又说的话，爹，我错了。行了，闺女啊，二毛了，你俩结婚是不是有一个多月了？一个半月。一个半呀、谁当家谁管钱呢？我当家我管钱。就你这智商进水的脑袋还管钱呢？这哪叫俺没进水，谁进水？我老吹牛。我说你进水就进水了。老进水了，进水。这么的啊，姑娘啊，姑子，我也公平起见哈、给你俩一人出道题，谁答对了，谁管家是吧？整钱是吧？以后把钱给我管好了啊！行，这行。二毛，你先听吧。你看，一斤西红柿，一斤西红柿，1.39元。啊？1.39元。1.39元。3斤5.2两。3斤5.2两。多少钱？3斤5.2两。你值不值道？乘五个乘。值不值道啊？啥呀？你看，一寻就不知道。没算出来。重新算吧。说啊。啊。一个鸡蛋1毛钱，俩鸡蛋多少钱？2毛。哎呦我靠！一下就答对了。啊，2毛了，服不服？不是，回家啊，以后啊，撒楞的把家政大权交我闺女管啊。嗯，太好了。撒楞进屋，烧火去，走。上火去，快点上火去，快点！你别这坑我。你知道人和动物最大区别是啥吗？服务员，点餐来了。吃点啥呀？那你家菜单呢？没有菜单。那你没菜单，我怎么点菜呢？没菜单就是想吃啥点啥。咱家秉承的是啥呢？就是天上飞的、地下走的、水里游的，应有尽有，想吃啥都有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你要这么说，那我有点……给我来个木须鸡蛋，挺会点呢。那鸡蛋炒鸡蛋呗，你咋不来个公鸡炖母鸡呢？那你还不如给我来个大鱼炖小鱼呢。你挂了，上这嘎来呀？啊，你到底吃啥？你给我来碗面条。没有。咋没有呢？就没有。你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吗？那玩意儿顾客是上帝，那关键是你得是上帝呀。对呀，我上这消费了，我就上帝呀。你搁啥消费呀？你上我家来蹦坑的啊？你赶紧的啊，该干啥干啥去，别等我急眼啊！一会儿我叫保安来啊，拿棍子给你晃过去。撒脸的，赶紧给我走！欺骗小撒脸的，你听见没啊？哎呦我的妈！什么玩意儿？你听见？你出王月光花又不上这来蹭事儿的，别气！怎么？哎，小娟。你回来了，啊，我回来了。你在国外这3年还好吗？托你的福，这3年在国外，妈，我是起早又贪黑呀。这家伙看尽了别人的白眼儿，这不吗？从原来的140-150斤瘦成现在这样似的了。你还是这么幽默呀？这叫幽默呀！哎呦我的妈！
刚才我都没仔细看你二毛了。不是，你说都这些年过去了，你咋还是像原来似的那身运动服啊？那都30来岁的人了，总把自己当十七八啊？咋就一点不成熟呢？一点不上进呢？啊？我知道错了，你别生气。还你知道错了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要不说这话真的，当初不因为你，我能去国外吗？能背井离乡的吗？啊？你错了，你一句错了就完事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，你气坏伤身。气坏伤身，你看没？还跟以前那样似的，一干点啥事就扭扭捏捏的，手往那一抱，抠抠搜搜的，哎，再去揣兜，就永远表达不了自己要说的是啥，表达不明白。哎，这辈子你也没啥大出息，一点都不上进。那你这话说的，那我说你不对吗？对对，我错。我要不愿意跟你白话那些没有用的，我还着急回家呢啊！你爸在家等我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，走错了，你这一边，你走。谢儿子啊。